せさんじます。了解だ。万全よ。行きます。守らないと。这还开战斗的话，这几个重甲兵是打我的吧？我操！致命空枪。どこへでも。わかっているよ。我操！一斧头砍这么多。够得着他。都给他剩一个血皮，我操！每个都剩一个血皮。
啊，这个大龙，大龙攻击力多少？41，41硬扛。啊，干得漂亮！我要是多能多走一步就好了。操！哎呀，刚才这龙骑士不应该走这里。龙骑士往右移一步，我就可以过来开一个闪避。第二下吧，快来帮忙！匕首会刮一下，弓箭手攻击力多少？左右台阶的他会直接冲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还要被匕首刮一下。就他一个出动会所有人一起冲吗？我这样子还是要被他刮一下，算了算了，下回合再弄。我的屠龙宝刀，我的屠龙宝刀，屠龙宝刀点击就送，可惜不是那个公主，那个公主，哎，这回合不敢上了。这边勾引一下，我不用勾引了，我直接下回合弄死他。看能不能刮死一个。
不行不行。这位置呢？这位置呢？这位置，这位置，这位置，这位置没事。这位置，这位置，哦，这位置。这位置，这位置，这位置。只能最后砍一刀了，下会出什么伏兵？冲啊，兄弟们！哦，开始发力了，开始发力了。猛击是什么效果？猛击好像是击退的。摸两下，我操，摸两下。哎呦，点错了。虽然点错了，但是我 miss 了。哎呀，法杖忘记补给了，待会补给一下怎么办？这位置，这位置安全吗？我度过了危机了，可以勾引这几个兵了。我居然奇迹般的度过了危机，甚至还可以去舔个包。这个，把这个弓箭手引下来。分兵行动还是有点悬，要不合兵一处，他左右是一起冲吗？还是一边只会一边一起行动？然后敌人的援兵是什么时候出来？敌人的援兵，然后他敌人传送是什么时候？传送我没办法预判了，传送就不好预判了。传送到中间这个位置吗？传送到这个位置还行。那这回合先把右边这几个人勾下来。就五个人去扛。妈的，我先下手为强了，先下手为强。先干一个法师。这个水晶，他射得到吧？他射得到。Yes。
我闪避可能不太够，有点以身换险了，闪避可能不太够。啊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力を貸してください。龙穿炮就不行，就哎只能靠砍了。我这两把破刀还不如我的。右边安全了吧？然后左边可能，左边战斗力没右边那么猛了。左边要下，要等一下吧。左边去左边搬干嘛？我直接开个加速冲上去，要开始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，右边没治疗了，我突然想起来右边没治疗了，杀！杀杀杀杀杀！射一个，砍一刀，射一个。命ある限り。东线无战事，射死他！我不用勇者攻了，我长攻就可以射死他，少走一步。然后敌人援兵是从什么地方来？我先埋伏好。开个载重跑到，这是 NS 单机游戏。去中间会师，敌人是从中间来的吧？这个水晶吗？那我直接站这里，他会冲出来吗？我直接站这里把勾引到这个兵，他会全部冲出来吗？他速度多少？26速。对啊，我能把他直接勾出来吗？可以的话，我还是把左边这几个干掉吧。等一下一起上，扛不住。民工41的攻，18速。不知道这回合能不能顶得住我，还是要等一下，等一回合援军，还是这回合就上？把这两个干死，还两个法师，哎不行不行，再等一回合干掉他，不行，左边这个实力还是不太够，不要右边的资源，等一回合援兵吧。来了！我操！我还再来个载重，又传两个！我操！我操！弓箭手！我操！左边扛不住啊！左边压力好大呀！这帮人怎么扛啊？好像就三个弓箭手法师啊，这得一招秒一个，不然不行，得这几个人得必须每个人都要一招秒一个。右边还好，
这边我有几个镜像能稍微扛一下。不对啊，这两条命呢。哇操，这怎么扛啊？哦，我有，穿击炮，炮只能用物理的穿，那不行，我只能用物理的穿。暂时安全了啊，右边这个不好搞，右边两条命的，两条命的我要怎么躲啊？都是银大斧、银枪、剑，哇，两条命的怎么挡啊？这一个人卡住一条路，这一个人必须卡住这里。几个镜像还能，几个镜像稍微还能抵挡一下。射谁？开杀，这能杀得了吗？还是先杀灰的杀不了。哇操，不行，干脆换。这个是真身哦，这个是真身。干脆我换一团雾吧，换一团雾。操，剩个一血，他妈！哇操，剩个一血，
骗走一个。他捅我捅的死吗？他攻击力多少？71，哇操，一刀一个。只能来开个雾了。哇，还来！我操！还往下传！啊，还好他砍上面那个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又！准备斩首了这！调集兵力过去准备斩首，有一个走得慢的收拾他。啊，还要留人对付这个施救。骗他一个霸克怎么样？攻击力多高？39，好像可以来一个霸克。又一只，给他个霸克。然后还，来，刚好。霸克用什么武器好？55了。死する時まで。开加速冲。1、2、3、4、5。垫一下。开加速冲过去杀一个。哎呀，邓禄好难受啊，这都是我对付不了的。这个也要杀，这个。硬站着，然后把后面两个杀了。这两个两条命哦，这个。这耐久还多少？怎么查？条命。許されるなら、私に力を。没办法把他伤到再动。
可以杀一只，但是上面那只要怎么对付？差一步，哎，我应该打完，应该挪到这里，然后还可以再动一下。50，哦，他下回再敲一下，肯定要坏了。一定要秒了上面那只。1、2、3，一定要秒上面那只。エンブレムエンゲージ。然后走到这位置。可以再动得到这个位置，没有射程3的弓，近处。王者虎打他40级，这把打他多少？这把不够，哎，总感觉差了一点。往男主角上去砍。直接攻击他呢？王者弓得5×2不够，这也不够。谁打上面？这个位置只能他来。不对不对，站到男主角旁边伤害就够了。对，我想起来，我站在男主角旁边伤害就够了。
打完最好来个再移动，刚好护住一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伤害应该够了。护住下边，上面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打带跑，卡住他，最后射两箭，完事。应该稳了。我操，这边又传一个。哎呦我操，防不胜防呀！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这他妈，这传一个过来。不行，这只真的要杀，这只十就要杀，十就要杀，十就要杀，然后这个霸克要移到上面。先杀十九，先杀十九，他妈的！他是传到这个位置吧？那我在这里开霸克。这回合打不到他呀，这里开霸克肯定能打中他，对，这里他传下来刚好中我的霸克，然后直接用救援站。小妹也上来帮忙，攻下九层，这个必杀，这个必须杀，配合个小妹，那我小妹先过来。小妹扛不住他的攻击啊，七十一扛不住啊，这个。这个必须杀，然后这个也必须杀，这个卡住，71砍我，刚好不会死，那我要奶满，我奶满，不然还是会死，这样砍不就砍不死我了。疯啊！許されるなら、私に力を。要折个必杀都好，这个位置。一回合要解决掉这两个。这个也必须死。还有伤害不太够啊，这个打他能打他多少，打他47好像可以哦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会露出一个破绽，会露出一个破绽，会露出一个破绽，我操，
这我就不能站这里射他了，但这个不能零距离射，我必须站这里射。当我站这里射的话，这边就是空出来一个格子了。操！看运气了这一把。打拳你也要来猜，哎呦我操，这怎么办，这防不了，这一斧头秒了我。我操，这怎么防啊，这一斧头下来秒了我。这霸克是用对了。回一点，往回一点。这个回合，前面一个回合，这个回合，这个回合，这个回合。我他妈我打到哪了？元気です。左边更好守一点，左边这个中间少了一块，更远一点。这个位置放，这个位置放。来污染环境一下。
外撞。まだいける。 对啊，他这个会不会过来捅我一下？ 这次我要一定要扛住啊！他妈这一波，能杀就杀，最好能杀两个。 下不去，只能射上面这个位置。这是个镜像，操！这里射，不行啊，这里射下。 又剩个一血，我操！哎呀，烦死了，这剩个一血，射不动飞龙啊，三个镜像。 中间这个要杀了，我操，这船这么后面，我操，这必须杀了，这不杀后患无穷。这下回合他会防左边这个施救吧，做好一个巴克等着他。 赶不过去啊！这个是底。哎，我用个召回能不能快一点？好像可以，我用个召回，但是这样我血量就有点低了。 够够够够够！
第二下没发动沙阵，哦，还有两下，好好好好，哇，完美，这一波完美。然后他大概传送到这个位置，做一个巴克。这个位置做一个巴克能打得中吧？应该没问题啊。这个位置开一个巴克，应该在我的范围内。一个巴克，应该是必中的。哪一口？好，这回合绝对不能留上面那只，绝对要杀。开个加速，开个加速上去把它给杀了。开个加速，エンブレムエンゲージ。操，伤害不够。再补一刀，踩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回去补一刀。下面不能再让他们得逞了。这个可以秒了，秒了黑龙。他是就会来打我吗？来个再中，再秒一只。来个再中，干死他。不对，上面的怎么办？弓箭手上去射死他。然后来个再动，你觉得能秒谁吗？屠龙刀能不能秒？哎，不行啊，这个谁也秒不掉。秒重甲，秒飞龙吧。啊，这回合起码这个重甲，起码这重甲搞不到我了。这个镜像应该就没了，这回合。我给分身开闪避。要给所有人开闪避。哎，我踩在这个点不能开，只能上来开了。给所有人开个闪避。来，吃我的巴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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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巴克，中，刚好中，然后一刀结果他。把贝老师给杀了！哎呀，下回合把贝老师杀了。下回合贝老师走到这个位置，啊，所有人上去集火，他应该能把他干死了。这回合我，啊，他的天地之剑39攻，啊，就先把这个逼给弄死。他没中一传了吧？还会有施救增援吗？所有兵力调过来。
下回合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忙啊！我操！没带兵站，他妈绝对要杀他了吧？这个，但是又不能被贝老师打中，这位置，这位置可以。这个打的有点浪费。先杀这个施救，放一抛雾吸引一下他。这关要保住所有的水晶挺难的，放一个雾，先不能放雾，现在放雾会卡我的移动，我得上来射他一下。上来射他一下，放个冰块卡他。直接放个冰块卡一下贝老师。下回合再干他。这回合把这几个给收拾了。哇，刮不动他，太硬了。还金刚架势，斧头劈死，魔法砸死。魔法砸死，然后一个再动，下回合全军突击。杀！这他妈这最后杀他的机会了。谁输出他？哦，他双环都好高啊，这怎么打？我操，这一时半会打不死他，这好硬啊！这怎么打？这还用天地之剑？我操，这也太硬了吧！这得分两个回合了，第一回合五妹得守住左边他又传下来了。他有三条命，我降了第一条命，这得分几个回合打了，一回合打不死他。哎，可以哦，还是大哥牛逼啊。看一下先。走一步。
后一招他死了，我们随身就放这一招。对，雾放早了，雾放早了，不该放雾，不该放雾。我觉得向下走一步的话，雾会不会影响一下你身上？会有雾也会影响。草文，移动一步是什么都干不了，这怎么行？我操，他天地之剑直接秒我。我怕他这一回合来两只吗？他一回合如果来两只的话，那就跟他耗着吧。跟他耗着吧，跟他耗着吧，他只要没有别的增援，那我就跟他耗着吧。那是一回合来两，冰着耗着。来了！接着溜他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破包，什么也没有。
先把这只给弄死。射他！月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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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主角，我觉得还是用神威好的。多功能，以后那个日耳加入以后，日耳用神威吧，主角就可以用那个贝老师了。能不能上去把他给估计要传送下来了。这两个守门员要这边守好了。这回合我可以强突掉他吧，好像可以把他强突了。我看这回合我伤害够不够强突。月光，月光，月光，再来个月光。好，可以了，强行弄死。斩杀了。冲啊！感谢傅立叶不变化。哎，可以，守住。感谢傅立叶。哇，四板斧，赠送的一个四板斧匹配票。辟邪物和特效药。感谢绝城主饼赠送的三个 PK 票。暴打贝老师。下，明天再玩。下，我赠送的三个 PK 票，整个攒下了，明天再继续了。感谢傅立叶不变换，赠送的二个 PK 票。打了有一个小时了。なんとか勝てました。谈恋爱没有，就好感度拉满。素晴らしい戦いぶりだったよ。ベレトに比べれば、私はまだまだです。謙遜する必要はない。身も心も十分に強くなっている。もしそうだとしたら、ベレトがたくさんの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たからですよ。さすが先生ですね。教えたか。それはどうだろう。自分には相手の話を聞くことと、踏み出そうとしている背を押してや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。だからこの成功は、今まで様々な選択をしてきた、その結果だ。選択の結果。それは少し怖く感じますね。選んだことを後悔はしません。でも没有女贝老师、但是神威是女的、神威是女的、贝老师是男的。わかりませんから。何も心配はいらない。先ほどの試練で心の強さをしっかりと見せてもらった。それに仲間たちもいる。過ちを犯しそうになっても彼らが正してくれるだろう。もちろん自分もそばにい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の言葉心強いです。これからも仲間を信じて歩んでいきます。ベルト、その意気だ。
さあ、次の場所へ進もうか。